我大概从哪里接？一开始，所以我要从头讲。如果你就直接接就好，对对对，就好。开好，已经开好了。好，那我之前是走比较传统美术的路线，就是类似练习比较多素描或者是就是基础的功。那后来，好，先等他一下。然后突然想到，那我本身的背景是，就是一开始对传统美术比较有兴趣，但是很遗憾，就是家里不太支持我往这方面发展，所以就变成就是比较自学的形式。然后大学就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进去这个开放设计研究社跟大家交流。那一开始做的第一张文宣，我觉得我还蛮菜的，就是。虽然我会用制图软体，但是其实对一些字型跟构图都是第一次做这种就是尝试跟人家沟通的形式。然后字型我一开始也只会用软体内建的字体，是后来进去社团之后跟有兴趣的人一起交流，才开始就是打开新的眼界，开始会到处去找那种免费常用的字体下来用。这个也是一个学生身份相关的使用设计的举例。怎么去下一页？好，那接下来也是在同一场活动里面，我做的另外一个文宣品是课程安排表的部分，给来摊位上的学生去了解一下整个学期的安排。这是第三届的课程安排表，然后第一二届听说也是比较专注于在一些比重比较重视在那个 Inkscape 的功能上面，就细节的功能比较多，那应用设计就摆在比较后面。那这个也是比较早期的课表这样子。那后来课程有做一些变革，就是我们叫开放设计研究社，所以那个就是不一定要只专注在 Inkscape， 推广的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所以也很鼓励大家去学其他的工具。那个 Inkscape 就是一个让我们起头的东西，那如果能用得很好，那当然也很好，那就没有那么 focus 在Inkscape 的细节的技术操作的部分，会更想要带到一些设计相关的知识或者是活动，大家去做交流。那我们开放设计研究社主要用的开源软体是 Inkscape 这样子。那 Inkscape 有什么样子的特色呢？就是首先它是免费的，但免费的绘图软体其实还不少。那它像我之前就用过艾斯笔画或者是就是之类的，等一下后面还会再举例一下。那这边是跟 Adobe 做比 Adobe 的软体做比较，就是它可以真的去支援三大作业系统，还有它第三个是 Inkscape， 它处理建成非常的直觉。像我自己用的另外一款绘图软体 Clip Studio， 它的建成就是要用拉杆这样拉，就是其实有时候不太能够调到自己想要的样子，就是那个手感不好的时候。但是 Inkscape 它有很多的节点可以去做细部的很细微的调整，然后它也非常适合拿来编辑字体，因为它可以在字体上面新增节点，然后去做一些细部的调整去拉它，那不会就是很多软体就只能这样子。能从它的四个角去拉它，然后这样变形。然后再来就是 Inkscape 移动纸张很容易，像我自己用的 Clip Studio， 它
我是很爱用它，但是它移动纸张跟 Inkscape 比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它要用拉杆去拉，然后有时候左右拉上下拉，有时候也会跑掉，但是 Inkscape 就对会让滑鼠游标对着一个地方，然后去滚动，用滚轮去滚动它就可以了。所以它也是向量绘图软体，就无限里面的图形无限放大的话是不会变成网格状的。好，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些软体混用的经验，因为其实软体要上手的话，可能有些社员刚进来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马上上手，但我觉得其实这样是很正常的，因为我跟一个软体变熟悉差不多也要半年左右，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会混一些自己原本比较习惯的，例如说我原本是手绘转电绘，可能就会把手绘拿出来拍照之后，然后再汇入那个绘图软体里面做后续的调整，然后开图层覆盖在上面，然后最后再把手绘档案关掉这样子。所以就是 Inkscape 是我一个过渡期的时候遇到的，在这个手绘转电绘过渡期里面遇到的，除了我自己用的那个叫放大会失真的网格软体以外，就是另外一个选项这样子。然后我从中获得就是比较多编辑字型的能力，还有去做一些比较 icon 的设计这样。那这边未来这边有加一个 Adobe 系列软体，是因为很多的我自己是有意愿要走相关行业，所以 Adobe 系列软体是设计许多设计公司就是在应征人才的时候就是必备的，所以我后面还是会想要学，然后有报名学校传播学院的实习这样子。那我进去 ODC 以后，就是我自己本身是心理系的，所以其实系上同学大部分并不是对设计这么感兴趣。那在一个社团里面没有相关科系，但是有设计相关的社团，就可以把这些分散在各处的有共同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那我就也跟伙伴交流到一些其他的绘图软体，他未来也会想要做一些更多的尝试。那这是我们第四届的干部们的大合照，就是我们未来一起努力的伙伴这样。对，然后我在 ODC 呢遇到蛮多特别的人，像是有一个同学他是做音乐游戏的，那他自己本身会音乐，然后他另外去找了一些网上招募一些人帮他做一些美术插画设计，然后他跑来学 Inkscape， 是他觉得 Inkscape 很适合去做那些使用者界面，然后一些图标什么的，他的那个图形很精准，然后那个对位什么的也都可以调整，不一定要很会画画的人才可以就是靠那个绘图自己的脑袋的眼睛手眼协调定位出来，可以用 Inkscape 那个路径运算什么去做到非常非常非常精准的定位。那还有想要成为插画家的那个伙伴，现在也在行销组。那第三个想出国读艺术治疗的心理系学生，就是我本人这样子。然后也有资讯专长和网页设计相关的兴趣的文学院学生，那他自己在自己的学院里面就可能会觉得比较格格不入，但来这里就有共同兴趣的人，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相关的事情，他也可以活用他自己的专长去架设网站这样。然后当然也有没有任何的相关背景，但是因为入门设计其实还蛮实用，就可以应用在生活各个不同的领域，不管是帮活动去做一些文宣品，或者是自己要用来美化自己的简报，以大学生来说很实用。然后一开始不知道加什么社团，那开放设计研究社也是一个蛮友善的地方，蛮实用的地方。那加进来之后获得团体归属感，想要留下来，那就跟我们一起担任干部，一起努力这样。然后这是我在社团里面其他的
其他的经历，就是我自己是因为我是行销组，所以会做会按照那个社团的需求去做各种文宣跟宣传品，然后也会经营粉专设计周边，然后跟组内做一些绘图软体的交流，然后因为这个暑假有和社团有和校外私立的补习班去做合作，去开营队，所以就做一些贴纸给小朋友当纪念品。那最左边的就是我们前一届留下来的 logo， 然后我去把它做一些颜色调整，它原本是白色，然后我在中间加了一些黄色的渐层，让它看起来更活泼。那新组内的新伙伴就是有提到说这个图形亮感比较没有那么有分量，所以预计以后还会再做改版。然后中间有两只鸟，一个就颜色跟字体有点不一样的部分，它是社团第一届创设的时候的吉祥物。那中间一度没有被拿出来用，那我现在想要让它重出江湖。那这个鸟是大笨鸟，那个一开始的 slogan 是说希望。就是你可能比较笨拙，然后比较没有信心，不会飞的大笨鸟，然后可能会被在学校里面被，我以前读国中的时候，就是有些比较没有那么爱护动物的同学，会拿什么荔枝跟水果去打那个大笨鸟，因为它有点呆呆的，然后蛮大只，就是一个显眼的目标，会停在一些容易遇到人的地方这样子。那这个大笨鸟的意义就是，你就算没有对自己不是很有信心，或者是比较笨拙一点，那没关系。希望那个你也可以还是能在设计的世界就是徜徉这样子。那最后一款贴纸就是 Open Resource。然后我一开始的设计是，就是放大镜，就是在那个探索的意思。然后后面那个程式嘛，就是想要弄那种。开源嘛，大家都可以编辑拿放大镜进去探索的感觉。但是这个贴纸我有点赶工，所以虽然那个颜色我觉得蛮炫的，但是还是那个字体跟图好像有点冲突到。那我的伙伴有帮我改款，然后营期是给办给小朋友的营队是5天，那就刚好抽到5款贴纸，所以就印出来这样子，5款都印。那这是上礼拜发生的事情，上礼拜去办的数位绘图营，就是刚刚讲到的跟小朋友蛮多互动的那个营队。然后他们如果回答问题，就是前一天的课程，然后隔天一开始会帮他们复习，他们如果有回答的话，就可以拿到一些贴纸去做纪念品这样。那这是一些我跟他们的互动，一开始他们没有那么熟悉电脑绘图软体的话，那就让他们鼓励他们也是大胆的画出来，可能用手绘也没有关系。那他们在画的过程中，就是我也有过去，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很可爱，所以就问说能不能当我的模特，就也帮他们画了一些图这样子。然后在右下角有一个橘色看起来蛮抽象的，那个是我画的。我们在玩那个一笔画互动的游戏。就是从那个席勒的 Control Drawing 就改过去的互动游戏，那个它就是它又叫盲画，就是你不要看图纸，然后你看着可能另外一个人，然后直接去做绘画。有时候我对自己比较没有信心，就遇到瓶颈期，做图的瓶颈期的话，也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最后的结果有时候会蛮意想不到，蛮有趣的，然后也会可以知道自己在画图的时候或者是观察人物的时候最先注意到人家的哪些特征，所以就鼓励他们大胆的画出来。就我现在一身作者画的丑，画的很抽象，很像毕卡索。当然毕卡索很厉害，只是很多人会形容就是画的不好初学者，像毕卡索他后期的风格这样子。那就鼓励大家没有关系，就是画的可能像我也画的很奇怪啊，所以你们画得很奇怪不用觉得太丢脸，就当做一件有趣的事情，就大胆的去做就对了。我们也有带到一些比较近期的热门话题。那今年初那个 AI 绘图
AI 绘图的作品拿下了那个数位工具，就打赢一堆电脑绘图软体，在美国的插画比赛里面拿下冠军，那也引起很多争议。那前阵子也有吴淡如女士宣称说，她的 AI 绘图是她的电脑绘图作品，然后就会去跟小朋友解释一下说，AI 绘图其实跟电脑绘图其实不太一样，虽然他们都属于数位绘图工具，那还有一些要注意的版权问题，跟怎么样不去做到就是侵权，也可以，但是又能够辅助你去做设计，就可能 AI 产生的图你不能完全照抄，但是有时候它的配图跟它的构图跟配色其实还蛮不错的。一些比较大方向的参考，那细节可能 AI 有时候会粗暴，成六根手指，或者是输入猫头鹰，然后它给你一只猫咪的头，然后老鹰身体的怪物，对，然后就是也不要去抄，就打那种很有个人特色的插画家的名字去叫 AI 产图，那可能你产出来的东西就会很像是在抄袭人家的。那这个这画面中间可以看到四只蝴蝶，就是叫他们实际去一些 AI 生图的网站，像 Stable Diffusion 跟 Dream Studio 去输入关键字产图，那我们就会请他们就是请小朋友，我们把小朋友分成四组，然后第一组就看他们是要插画还是照片风格的蝴蝶，那蝴蝶要什么颜色，然后第三种才跟他们问说就是你们要什么动物，然后那个场景背景可能要在哪里，那这里的背景就是外太空这样子。然后我们 ODC 从第一届现在发展到第四届，那扩组最大的应该是行销组，第三届只有两个，然后第二届甚至没有专门负责这个组别的人，因为第四届干部比较黑暗期就只有三个人这样，那我们现在从两个人变四个人。那我在行销组学到蛮多事情，虽然就是大概半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过了好久，因为做太多事情了。像我们比较基础的东西就是做一些贴文模板，去做日常例行的发文或者是活动宣传的发文。那这是我的伙伴做，他全部都用 Inkscape 然后加 PPT 去做出这个简报模板。然后这也是伙伴做，他很厉害，我还在用其他软体做，还有跟 Inkscape 做混用的时候，他比我早来半年，他已经把 Inkscape 摸得蛮熟的，所以这整个图都是用 Inkscape 下去完成的，是我们社团的三折页，从今年开始要印制，就配合我们今年新增的网站组下去整理一些社团的历史，然后把它有系统的架设起来，那大家要认识我们的话也可以透过三折页或者是网站去做一次性系统性概览性的了解，就有一些大事迹，然后还有一些教学的演变，跟 当初创设的时候一些开始的想法跟理念，也会写在这个三折页上面，还有网站上面，就一起整理，然后一起做出来这样。那后面就是比较偏向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活动，像是一起出去玩，然后在学校办讲座，不管是社员或者是外面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进来去接触相关的活动。就一个人可能很难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去找讲师，但是以一个社团的名义要邀请到讲师就相对容易很多。然后讲座后面那个校外合作，主要像军优教育论坛，就是之前创设的俊贤与心下去做社团的一些，也是类似发展的分享，那也有交流茶会、干部训练，这里的干部训练是关于那个如何用 WordPress 架网站的
干部训练这样子，因为我们是从今年开始，然后今年我们自己也需要多一点了解，所以就以社团的名义去校外邀请讲师来帮我们做一些训练这样。那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营队开始之前做的那个文宣品，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去跟小朋友有互动的营队合作的宣传，行前宣传这样。那就是最大家右边有一个笑得很开怀，这个就是我们创社的社长俊贤这样子。那他现在毕业了，那祝福他鹏程万里，前程似锦这样。那这些是第三届，我们第三届 ODC 办的一些设计相关的讲座，像是调色色彩学、调色盘大师的晋级之路，还有做动画 Blender 怎么样去接 3D 建模这样。那当然一个讲座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知识都传授完，但至少是有一个可以接触到真的在走这一行的人，然后去听他们相关经验分享，也会更有热情。然后有兴趣的话，讲师大部分人都还蛮热情的，会留下 email 跟一些联络方式，然后跟我们说如果之后还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去问他。那我们在课堂上也会玩一些互动交流的游戏，跟设计有关的，像这个主题就叫设计马拉松。那讲白话一点，它是一个海报设计的接力活动，那跟我们实际上社团对外办的活动是有接轨到的。我们办那个交流茶会，那完成设计之后，大家如果愿意的话，社员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也会把他的作品就是放在我们的 IG 或是脸书上面，也可以选择匿名或剧名。那这个是我们行销组自己做的交流茶会的宣传，那后面就是不同组别分成三个组别的去做海报设计的接力。那第一组，那每一组都有自己的风格，像第一组就是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做出来感觉都差非常多，蛮有趣的。他们旁边都会让他们就是叙述一下自己的设计理念，然后发现其实第一组大家的想法还蛮分歧的，但这也是有趣的地方。那第二组的第一棒个人风格还蛮有强，蛮的第一棒个人风格还蛮强烈的。那第二棒也延续了他的这个风格，但是改了一些字体，让字体看起来更有戏剧张力。那第三组的话，第三组很明显他们都是猫奴，他们从头到尾改字，然后改排版，就是不改猫咪。对，你看猫咪很可爱，就是大家第三组的共识这样子，所以只有小小更改部分字体跟标题设计排版。那 ODC 这个新创社团未来还会有什么发展呢？像我自己组内，因为我们人变得很多，那就会想要去做一些试办一些相关设计相关的景点小旅游。那如果办得还蛮成功，大家体验不错的话，也可以拿去分享给公关组，让公关组去做更大型，可能跟组外还有社外的人去做接轨的相关活动。然后我们一开始，我们创设的俊贤已经对我们的期待是希望行销组可以变得更像行销组，因为我们之前有一阵子比较像小编，就是只是躲在幕后，然后去做一些文宣品跟发文，所以我今天就被推出来讲话就是完成一些上一前人的许愿这样。那课程组的部分也有做变革，希望融入 Inkscape 外的软体教学，然后做更多有趣的设计相关活动。那还有一点是新增网站组去保留社团历史
跟传承社团文化，就虽然是新创社团，但是也开始累积了一些不少东西。那如果再不整理的话，可能会比较混乱，然后也很难去做很好的累积，把经验变成下一届的养分这样子。那还有一点是我们检讨说应该要和优秀讲师们保持各种联系，不是活动结束之后就好像比较生疏了这样子。那最后一点是也是跟网站还有影片设计相关的规划，如果有余力的话，希望接下来可以可能去 cover 国外相关设计知识的影片，那不一定要社团的干部去完成，有兴趣的社员可以去做，然后或者是我们社团指导老师的学分学程班的同学有兴趣，也可以就当做加分，然后可能跟我们社团做合作，去 cover 国外相关设计的影片，然后写信去联络国外的优秀的创作者这样。啊，如何联络 ODC 呢？这以下跟大家分享一些管道，就是脸书的 NCCU ODC 开放设计研究社，然后 IG 的 ID 还有电子邮件。那网站因为正在努力的架设中，所以还在施工中的样子，所以大家敬请期待。那现在在这里就先不公开，工地危险这样子。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大概到此结束，那谢谢大家，可以问我一些问题。我们感谢心理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旅程。那我们在这边开放直接举手可以问什么问题，或者是可以利用Slido 的方式，然后直接在上面进行匿名提问。那如果想要找动物可以在这边看。那如果不记得也可以直接举手。那我想因为我刚刚听了我很有兴趣，我有想要直接请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刚刚其实没有听到，就是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我知道是政大开放设计社，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在就是为什么在就是 Adobe 或者是很多的设计软体下，然后就定制要什么这个。对，然后不要太害怕的动机。然后，据我所知，就是比较多的是开源的设计软体，他们通常都会比其他就是已经有名的，像是 Canva， 像是 Adobe 的各种东西都还要不好用。对，那就是比较好奇，就是为什么会选这个？那只是单纯因为社团的名字叫做开放设计研究社吗？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这样？好的，这个跟一开始创社的原因有关系。但当初创社的社长是跟我分享说，因为那时候他是看到一个新闻说，就是 Adobe 去把他一些竞争对手这样并吞下来。那 Adobe 是，我记得好像我自己现在没有在用，但是很多好像是月费还是年费制的。那他把他的竞争软体吞掉之后，那个软体好像就没有再那么勤劳的去做一些更新跟优化，就只是变成被他吃掉，然后变成不是竞争对手的一个放置的软体这样子。所以当初会希望说，就是希望不要那么容易，就是这个设计感觉是很自由的事情，就是不希望那容易。这么容易就是被垄断或是做什么，就大家还有其他的活路可以去走这样子。哇哇 ，OK 啊，感谢你。那就是哦，那想问就有关于就是好用不好用的方面，是真的有件事情，还是用起来，或在之后你学完 Adobe 之后，那的各种工具之后发现就是其实没有非常难用，反而就是其实还是会继续用。包括像我刚忘记刚刚那个软体叫什么名字，你说社团主要在用，对，那是 Inkscape， 对，就是到时候还就整个社团都还是主要用 Inkscape， 然后一直都是用 Inkscape 这样子。但
那 Adobe 就算是学生身份，然后用学校的名义去用，也要就是建立账号去做一些登录干嘛的，然后也好像就是这个，你不实际去跟他做付钱，以自己的身份去付钱的动作，其实用学校的学生身份去做，我记得我查过也是比较多限制。那开源软体的好处就是他也不用办账号记名，你的资料不会比较不容易去被其他人掌握到，然后也不用一定要开一个账号才能够去做使用，就可能有像我自己就账号太多，就有时候就忘记，会忘很担心忘记密码，然后哪一天我忘记我自己的账号密码，可能就登不进去我自己的付费软体，虽然我也很爱用这样。了解了解，哇，真是非常喜欢。那 OTC 只有在做平面设计吗？之前是比较偏平面设计，没错。那未来的话，希望做，就是之前在商学院前面摆摊的时候，遇到 EMBA 的学姐，那他是设计师，那听说底下有蛮多服装品牌，那就他就跟我说，可以，以后有想要的话，可以去联络他，跟他合作。那我们现在跟行销组跟公关组在筹备，就跟设计。社服或者是去做一些渔夫帽的联名之类的。那社服目前我是想要把它改成刺绣贴的形式，因为很多衣服不一定，就是我觉得社服这种东西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穿出去穿得开心，那但是社服如果做社服的话，版型可能就比较单一跟统一，那我觉得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那个身材跟体型，都有自己适合的版型这样子，那可能这样的话就有点太限制到大家，所以想要用刺绣贴形式。之前在营队的时候也有做到一款贴纸是比较像社徽的，那我们发现把它贴在白色 T 恤上面效果还蛮好的，大家可以选自己穿起来好看的白 T， 然后去把那个刺绣贴贴在自己的可能统一左边或右胸口，那这样衣服如果白色容易脏的话，之后也可以去做替换，只要把那个刺绣贴拆卸下来就好了。那拆卸可能就自己粘双面胶，就是如果想要每次都粘不同衣服的话，那如果想要比较永久性的话，那自己缝上去就可以了。其实就还蛮容易这样。我应该考虑如果两层。这大概未来的规划就是跳脱出这么比较平面、比较偏平面方面。那我们正好差不多约九分钟时间，那想先就是在场没有人想要抢走我的麦克风提问。嗨，哦，我刚刚也是中途才加进来，所以没听到清楚，可以再问一下，就是所以你们是政大的社团？对，我们是政大的社团。然后成员就是都是？成员就是分散在各个科系，然后有兴趣的同学。哦，大家有看到说有学生小朋友那个是？那个是跟校外的私立补习班去做合作，去推营队这样子。哦，了解。那你们就是因为办社团都有需要什么借场地的经费，那你们的经费来源是什么？能跟学校申请就跟学校申请。然后下午，因为毕所以像是，然后下午就不会再收社费。会另外再收社费，但是我们收的。就大概500块吧，就是有些社团他可能办更多讲座的话，他就会有些也是行销相关的社，行销设计相关的社团，他就可能收到1000块，因为就是学校提供金额有限制这样子。那如果像我们一学期可能办2-3场，那有些社团是每个礼拜办讲座的那种，可能社费就要收到1000这样子，那我们大概是收500这样。那跟那个就是学生那个小朋友的营队那种的营运方式是什么？就他们来报名，真的是参加免费报名吗？小朋友那个营队，因为是和校外的私立机构、私人机构合作，所以其实是比较类似商业合作的模式这样子。好，了解。所以他们只是把那个教学部分外包给你们。主题是我们想的，然后是就是他们开很多种，然后我们是加上我们去提案，然后去跟他们
做合作，因为我们刚好是这个性质的，所以就以这个性质的东西去跟他们做交流。那会跟他们就是有联系，是因为社团指导老师他是我们组目前跟我们互动，这学期互动比较多的孙老师，他在校外的相关产业里面工作，所以会认识一些人脉，就会推荐给我们这样子，就会接触到，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些业界的人，或者是其他商比较商业合作的形式这样子。哦，好，了解，谢谢。哦，还有看到有人问，好，其他的问题。好，那我继续回答下面这样。政大没有相关设计相关科系，对，然后社团经营上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前几届的好像虽然有传院的，但我比较，但是现在他们也离开，那待的最久的创社元老们是，他们因此就是对我期望还蛮高的，因为政大没有设计相关科系。所以一开始可能，他们自己原本也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钻研一些太偏向设计或美术方面的东西，那他们就会希望说去招募到更有相关，就是自己兴趣发展的更深厚的学生进来吧，然后去做一些改变，像原本可能就会比较偏向那个 Inkscape 的功能教学，那之后有比较自己去耕耘，或者是去有更其他的团体，或者是在业界的学生进来，可以去改变这个环境，就是有这个背景的人进来之后。虽然不是念相关科系，但是就可以把那个校案跟教学的设计的比例，或者是相关举办相关活动的比例去拉高，但是我们转型的过程这样子，我目前是会往更偏向设计活动的方向去转型。那贵社有将 Inkscape 翻译成中文，相关的教案有制作吗？我目前是主要是跟孙老师学生班的学生去合作去做这个事情。那教案的部分，这其实这个工作有点琐碎，所以比较没有太系统性的一个什么说明书或者是教案可以去试出，但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跟我们联络，这样子可以去负，我可以去联络负责的组别去问一下相关的问题。那目前的进度是 Inkscape 就是大家其实都可以自己去做那个翻译这样子，但就是它所以一些比较常用的功能，可能好用的功能可能就会先被翻走，可能剩下一些比较细碎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比较散，比较零散这样子。好，那还有人想要提问吗？或是可以直接在上面用 slide 上匿名提问。有往产品设计 US 的方面发展吗？有，我看我们设课程组下一届的课程长，就是有些真的有相关的经验，所以他们就会安排可能像是品牌的产品包装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设计方面，他目前有在规划这些活动，对，但实际上面前面可能做的真的比较少，大概这样。好，那我们还剩下最后几分钟，那就是其实我个人想 okay. 就是刚提到就是刚除了平面设计外，还有非常多不同的设计的内容，就是无论是刚提到我们还是 U 差方面，
对，还是就是有关于社服的这些衣服的这些东西，那都还是使用 Inkscape， 都使用 Inkscape， 还是之后还有使用，还会打算使用不同的翻译式？跟我同一届第三届行销组的伙伴，他是都用 Inkscape， 但我自己是习惯混用，不同软体混用，那也有纯粹就是商业软体的爱好者这样子，就是大家自己的习惯跟个性不一样，大家可能就最适合自己的去做制图的方式。那这里是就是开放设计的一个观念吧，就是不一定 Inkscape 一定最好，就是看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那大家都能够选择到自己最舒服的方式，然后选择很多，那大家就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的混用操作，或者是就特别喜欢某一个就用某一个这样子。感谢，好，那我们就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心灵带来的议程。